那这些人呢都是故意来挡我的路的。那交通灯亮了一下绿灯，然后呢有一大排车，接着我就只能绕道，在那个停车场上，然后呢再出来，到那个停车场再转出来。接着这些在我转出来之前，这些人都已经在路上挡路了。车牌 IPM J94， 那本来就是对我进行这个心理伤害的，这个用数字对我进行心理伤害的一个人，用他们车牌啊，用他们的标志啊，车上写的标志啊，这发生过好多次了，无数次，每次上路都是这样。然后呢不是很多次我才录下来，是不是？录下来少数几次。这 Pensacola 这些人都是作恶的人，很多 Pensacola 这边少有不作恶的人，都是大部分都是作恶的，在路上